把它收拾给我收拾，我家猫吃。然后突然有一天女儿写作业的时候就是不是那么听话，我就会想到就是我说范范你守着她，守着姐姐好好做作业。不会像学校里面有老师，但是还是起了有监督的效果，然后不会像自己写作业那么无聊，就也不会三心二意的话，觉得有个同学在旁边。范宇川来家里的时候，女儿才8岁多吧，现在她11岁了。范谈3岁了，然后他们两个基本上是一起长大的，平时都称姐姐妹妹，反正两个人的感情很好。